喂，十點三咧，我哋繼續講咧三角比嘅啲應用啊。咁今次會講方位角啊。咁啊，咩叫方位角咧？或者點解要有呢樣嘢咧？咁啊，小學嗰陣應該學過曬啦，東南西北啦，咁啲字母要識啦。咁另外東北啊、東南嗰啲，咁啊呢八個方向啦。咁但係如果我想表達，譬如個方向喺呢個位咧嚇，介乎喺兩個之間，咁點咧？咁我哋有兩種表達方位嘅方法嘅，一個叫真方位角，一種叫羅盤方位角啊。咁逐個講咯喎。真方位角係點咧？好簡單啫，就由北數起。順時針咁樣轉，咁咧就用三個位去表示嘅。譬如依家呢個方向咧喺呢個位啦，咁就55度嘛，由呢度數起係咪啊？由北數過去咁樣轉，咁樣數嘅。咁咧呢個55度咧，咁呢個方向就人哋叫055噶。咁用三個位啊，必須係三個數三位數嚟噶。咁如果佢兩位數咪055咯。咁如果佢下面呢度咪百幾度咯，去到呢度咪200多度咯，如此類推。咁就舉啲例子啦，嗱，譬如後面呢度第二版。咁啊，譬如呢個方向叫075啦、138度啦、106.4度啦，呢啲咧我哋叫由 O 測 A 嘅。咁呢度要搞清楚一件事啦，我哋會用文字上咧會咁樣講嘅，由邊度做起點咧就係由邊個開始啦。譬如由 O 就代表 O 做起點，就測試 A 嘅方向。咁所以調翻轉，如果由 O 測 D 或者由 D 測 O， 其實講嘅嘢係唔同嘅。咁啦，咁呢啲全部都係由 O 做中心，咁啊 O 測 A， 由 O 測 B， 由 O 測 C 啦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呢種咧就比較簡單嘅，用三個數三位數去表示嘅啫。咁所以你見到嘅最低當然係000啦，其實000度即係北啦，最大都唔會超過360度噶啦，咁得。好，咁羅盤方位角有另一種表達方位角嘅方法啦，呢個叫羅盤方位角。咁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咁你就可以數望一望呢個咁嘅圖啦。其實意思咧係講緊呢件事嘅個數法就係由北或者係南咧向出數嘅，由北即係 N 啦或者 S 啦。向 E 或者 W 數，咁數幾多咧？見到啦，數呢個角度不大於90度噶。咁因為大過90度，我有另一種數法啦。咁舉個例子，譬如依家呢一個呢個方向由 O 測 A 嘅方位係乜咧？就係 N 數26度啦。咁數過嚟喎，數去邊度咧？呢個 W 啊嘛。咁呢個叫 N 26度 W。好，譬如呢個方位類似係西南方嘅，咁咧就由呢度數過去57度啊嘛。咁就由 S 57度 W。記住是由南北向東西數的，所以一開始的字母一定是 N 行先或者 S 行先的，行不行？ N 或者 S 數出去打橫，由打直數去打橫的。所以好像比如這個方位的，好像有兩個數法，剛才說過不會考慮大過90度的，所以呢如果這個方位就是 S 61度 E， 行不行？不同的方位啊，有一個咁樣嘅羅盤方位角嘅寫法。好，咁其實咧要教嘅就咁多啫，不過入邊嘅變化相當多。咁啊，我哋睇幾條例子啦。嗱，譬如依家見到10.10咧，咁咧就由 C 測 D， 咁記住個睇法就係由 C 測，即係 C 畫個中心 ，C 打十字就數 D 嘅方位。咁好多時咧就用翻啲乜嘢咧？用翻直線上輪角啊、同位角啊、錯角嗰啲關係嘅。譬如你見到依家佢話呢個係112。如果上面112，咁啊好，我好興嘅用啲細階字母去表示啦，譬如呢個細階字母 A 啦，呢個 A 係100-112啦，係咪啊？直線上一輪角，唔使寫原因嘅，咁你可以咁樣交代，整個細階 A 俾佢，就計出嚟俾人睇68度。咁啊，見呢個68度咧，個方位就係 S 68度，即係咁樣數嘛，由 S 數去 E 啦，咁啊數68度嘛，所以叫 S 68度 E， 咁呢個叫羅盤方位角。好，由 D 測試，我特登呢度咧唔計住嘅，俾你睇嘅，就我想示範一次俾你睇啦。由 D 測 C 咧就喺 D 打十字，記住啊，由乜嘢測就係嗰度打十字，數翻 C 喎。所以數呢個方向咧就應該咧嗱，真方位角就應該係由北轉咗個圈數到呢度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我都要數呢個幾大啦。咁數到呢個幾大幾難數嘅。咁所以索性啊諗啦，啊如果呢個 A 咧，咁咪叫 B 啦，係咪？因為呢個係錯角啦，呢招成日用嘅。譬如呢個係 A 咧，呢個 B 咧 ，A 同 B 會一樣嘅，因為東南方應該平，呢個南啊同北應該平衡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做 B 噴嘅點做咧，就係整個世界 B 俾佢啦，話俾人聽世界 B 咧就係 A 啦 ，A 頭先68度嚟噶。咁如果呢個68度個方位角就係 N， 數呢個方位啦，就係 N 68度 W 啦。點解啊？由 N 數68度去 W 咯。sorry， 講錯，係呢個係羅盤方位角啊。咁如果真方位角咧，應該係點咧？嗱，如果羅盤方位角就頭先真係 N 68度 W 嘅，咁但係如果真方位咧，知道呢個68之後咧。咁應該我想計翻呢個大角嘛，咁大角就係360-68啦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應該係292度啦，咁所以答案咧見到啦292，真方位角係講緊三個數字啊，咁所以望清楚啊，好容易搞錯啊，人哋問乜嘢，咁你
睇清楚啦，要點樣做？咁啊，再睇多條啦，10.11咧，咁就題目咧得咁多嘢嘅啫，就由 A 測 B 啊，即係前面咧係啦，由 A 測 B 嘅一個方位角咧就係真方位角啊，就係105度。另外佢而家聲稱呢個係等邊三角形嚟嘅。好 ，A、B、C 三部分，第一個 A 咧就係計咩咧？就係由 A 測 C， 由 A 測就 A 打十字數 C 咯喎。咁呢個方向點搞呢？咁 A 係60度嘛，照寫咯。咁直線上輪廓咯，呢個世界 B， 所以呢啲世界 A、世界 B 全部我自己擺落去嘅啫，方便我去表達啊。嗱，你唔擺啲世界 A、世界 B， 其實你好難講呢啲角啊，好難表達啊嘛。咁啊，世界 B 咪直線上輪廓咯，100減呢兩隻咯，咁15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方位就係由 S 向 E 數啦。嗱，記住嗰幾個字母啊，就係北係 N， 呢個係 E， 東係 E 啦，南係 S 啦，西係 W 啦。咁由 S， 因為數條虛線啊，咁就 S 15度就 E 啦。咁第一個咯喎。好，跟咁啊。呢個當然是羅盤方位角啦，如果真方位角就數呢個啫，咁咪就先呢度啦，由北數過去嘛，咁105+60咁咪165咯，所以兩種表達方法嘅。好，譬如 B part 係問由 B 測 A 喎，由 B 測咁就 B 打十字啦 ，B 打十字，咁 B 打十字咧，咁我點求咧？求測 A 係咪啊？測 A 即係求呢條虛線喎。咁咧就兩個問題啦，第一好似要知咧，喂呢只角係幾多？咁呢只角咧你好多選擇嘅。譬如你可以考慮嗱，呢度我都寫咗啦，個圖應該呢個樣嚟嘅。咁咧呢個 X 咧，你可以當同旁內角咁做噶，唔使寫原因噶嚇，就咁加俾人睇。呢個 X 咧就計得75度，咁所以呢個方向就 n 啊嘛，就75度 W 咯，咁呢個啦，或者真方位就由北數過去轉一個圈喎，咁數呢個300度啦，呢300度點計啊？360-75咯，啊冇300度啊，285啫。OK， 好，最後一個 C part 咧係問緊咩咧？就係由 C 測 boy 喎，嗱 ，C 測 boy 最難噶啦，因為兩個都係本身冇角噶，咁咧就 C 測 boy 就 C 打十字 ，OK， 咁就測 boy 就測呢條線喎，測呢條線喎，咁呢條線點搞咧？頭先 B 計咗個 B 係15度嚟嘅，開始頭先，咁呢個 B 知咧，呢個 Y 都知 ，Y 都係15，等邊三角形成隻60-15，所以世界 C 咧就45度。好，原來知啦，呢個45度喎，咁呢個45度咁照答咯 ，n 45度 e 咯，羅盤方位角，真方位045咯，係咪啊？由呢度數過去，所以呢條咧都比較複雜，咁但係呢個都重要㗎嚇，呢一條。好，跟住後面開始咧就涉及一啲三角比啦，可以用到 sin、cos 去計啲數啦啊，譬如你見到呢一條啦，有個咁嘅題目啦嚇，話俾你聽個方位角由 C 測 B， 由 C 測啊 B 方位咧就係零四四度，咁即係呢個44啦。咁咧就呢個距離係355米啦嚇，三個唔同嘅地方，有花園，又落場，又落場咁樣嘅。由 B 測 C， 由 B 測 C 嘅羅盤方位角，由 B 測啊嘛 ，B 打十字咯喎，計呢只角咯。呢只角點計咧？唔使計，直睇嘅啫，錯角。所以直接交代 A 係44度。呢個 A 44度咧 ，S 咁呢個去呢個方向係咪由南數過去啊？咁咪 S 44度 W 咯，就咁樣。咁你最好寫翻題解喎，我依家懶唔寫啫嚇。咁好，另外啦 ，A、B 嘅距離喎，咁基於呢個知呢個直角啦，因為呢個係北，呢個係西啊嘛，係咪啊？咁應該呢兩個直角，咁啊可以用翻 sin、tangent 去求呢個 A、B 咯喎嚇。咁用 tangent 啦 ，tangent 呢個係44度，都係對輪係咪？用呢個三角形，呢個44度，呢個355求呢條邊啊嘛，咁啊對邊除輪邊啦。咁 tangent theta 啦，咁計到就係368。咁我講咗咁多先啦。